给你加嘴头先讲到这里，2000年的时候，咱的经济成长率是-2.9。2002年吼，因为土地政策是减半，本来是60、50、40，变成30、25、20，安尼是税收增加，搁再消纳足济咱的不良的放款的房地产，吼、哦。啊，咱2002年的这个经济成长率。3.2%是全世界吼，伫、哦、网络泡沫以后复苏上紧的吼、哦。啊，我听讲讲行政院有咧研究讲，哎、欸，我古怪呢，咱的经济哪跳个遐紧啊？吼、哦，马上就拢去了。啊，原因伫倒位？当然原因足济嘛吼、哦。有人讲啊，都对中国的出口较济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有人讲，哎、欸，房地产销路足济去。哦，消足这些，而且呢吼，这里开店，哦，这里银行的，迄、那个 credit crunch 怎啊吼，迄个压制的情形，较无遐严重，哦，所以这里讲这政策出来吼，的重要性吼、哦。咱看这里、個，头先讲了真侪，讲经常收入的税收甲非迄个税法的问题吼、哦，后盖那机会再较讲啊详细讲，你来去看，咱下摆。土地政策所的改革吼，第二点咧，资本收入就讲市场性的，咱讲足侪即个政府的资本支出，就是讲那种机场啦、海港啦吼，吼，伊即有市场性的收入吼，吼，像即花博，按照道理嘛是市场性的。咱看讲花博吼，台北市花博开150亿、450亿，结果有啥收入无？有统计无？无嘛。啊，中华关伫2004年办迄花博，先开2亿外，结果收入中华馆长收偌济？200万。哇、哦，馆长当然是做广告，做讲做外星讲，愈外星偌济人来，愈偌济人来。但是收入200万，安尼这嘛是了钱的生意啦，吼。这拢毋是应该收入是超过2亿才对。结果伊是收入200万吼，这就是讲吼不符合成本效益分析啦，吼。啊！伊袂使讲啊！啊！因为花博的关，足侪人来中华参观，也是来台北参观的时，台北市的生意就较好做。啊，问题来咧，你有因为安尼收，迄个税收有较济无？我都估计，根本真具体的增加税收的部分嘛，吼。所以整个来讲，迄就是不符合成本效益分析啦，吼。过来收入的一部分是债务的收入，吼。发行迄个公债，也是银行贷款。啊，即点即内底我还佫加一个啥？印钞票，吼、哦，印银票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加一个印银票。但是一般来讲是足反对印银票的，吼、哦，就拢吼、哦、发行公债，啊，像咱即摆就拢发行公债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嘛有啦，足济地方银行吼，啊，地方政府拢加银行贷款呢，那像。卡在宋楚瑜伫做省长、省主席时呐，伊家银行贷款一年增加才1000亿的负债。伊接手的时吼，差不多2000亿，2000亿的负债。伊落台离开省政府的时吼，8193亿。嘿，伊做6冬啊，结果一年增加1000亿。啊，伊个预算哦，对2000多亿增加到4000多亿安尼，年度预算哦，对伊接任2000多亿增加到伊落任4000多亿，安尼无够开，佫一年佫平均增加1000亿个预算，即伊负债，啊，拢甲贷银提，拢甲贷银提，贷银变作伊个印钞机共款吼，安尼，所以即顶财政就真恶化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地方财政的部分，佮将来若有机会，咱公共行政班，然后公共行政学院的时候，公共行政班大部分来公家，因为地方的工作足重要。地方的工作是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生活，所以开销会足大，啊，真复杂。
无像中央较简单，中央都啊国防啦、外交啦吼，啊甲即个商务啦吼，即方面吼、哦、较大个代志，环保啦吼，即、哦、较大代。啊，咧地方个是沓沓滴滴、沓沓滴滴，逐项逐个所在拢爱开钱。吼、哦，啊，每一个公务员咧足无闲个，因为啥？民众伫遮就找基层个公务员啦、啊，啊，所以伊开销会足重，将来吼、哦，即、这个问题是真严重啦吼。哦咱第三大的题目就是讲支出计划的拟定，吼、哦，支出计划拟定就是讲，伫这边预算进行，一定爱来评估，哎，明年度的先吼，现出时咱有偌济公务人员，甲明年度咱是毋是阁增加，啊增加几个人，啊将计算再来，吼、哦，啥物职级的，啥物单迄个代步。三级级啊，什么待遇？哎吼，即种爱做真详细评估，吼、哦，每一个主计单位拢做这评估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有经常支出的评估较简单，较简单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你爱用偌济人，偌济人事费，用这人的心都爱偌济这个办公费用，吼、哦，啊，都爱预计讲有人退休哦，退休的迄、那个。退休金的迄个提拨啥有诶无遮吼，提拨遮些拢爱迄个爱评估，啊评估即较简单。问题来就是讲资本支出，资本支出，资本支出就是讲建设啦，硬体建设，道路吼、哦，道路交通、桥梁、学校、公园吼、哦，啊办公厅舍诶即个建设，即、这个、基本支出都爱看有需要性无需要性。咱来看过去的时候，足侪浪费，就是真侪无需要性的。但是吼，议员吼，拢无阿多控管，嘛无想要去控管，因为议员讲啊，你管政府编出来预算吼，就是表示讲你有钱通开嘛。啊，所以议员大部分拢诶，唔是讲想要甲讲，哎、啊，你怎通做呢？是讲哦，你着较紧做较侪哩，做较侪，伊就来做一个公司啦，还是去甲伊的朋友吼合作啦吼。啊，就去标这个、标这个工程、标这个工作，那是讲，咱若有机会吼，假使将来若有机会，咱真正有捐款的是每一个公务员拢爱去看，看高雄科工馆，高雄迄、那个，高雄有一个迄个海洋生物博物馆，嗯，啊个海洋啥，啊海洋生物博物馆边啊个起一个，高雄个起一个奇古馆，大家唔知道高雄来啊奇古馆无？起一栋大楼哦，足大间个啦。啊，讲要算空啥？讲要空股啦，大股、小股，空空伫遐咧，互看咧，民间看咧，民众看啦。啊，像人讲吼，哦，起遐伤大间咧，啊，都股都无遐济啊，啊，所以空间足宽咧。啊，怎去摆世界各国个国旗咧？啊，都无台湾国旗啊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一迷信哦，我看问小姐讲，哎、欸，啊，这个奇虎馆起遐遮大间哦。啊！但偌济人来看，拢无啥人来呢。吼、哦，平均一工有时啊三下、五下、两下、三下安尼啦。啊，就是天大的浪费，去有吞你去。吼、哦，有吞你去，天大的浪费。啊，我最爱笑的讲啥呢？当咱的国旗无多，伊中华民国国旗无多提起，毋是咱的迄中华民国。中华民国国旗无多提起，甲人拜的时阵，伫世界各国内底，无人比较，无人个承认的时阵，伊起一个世界各国的旗，放伫遐咧，互大家看，啊，这有啥意义？无啥意义嘛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就是吼、哦、资本支出的缺点啦。啊，咱后期去看，大横啊，机场。咱桃园机场边啊有一个叫做电子通讯展示馆，迄是老朋友去的，开去三四个，啊，迄个土地足大地，本来要做国中的校址哦，啊，佮去一个电子通讯展示馆的时候，开播一个月，啊，就无利用啊，就关起来。我伫边入面吼，啊，就爱爬墙啊，入去。顺的，第二遍过去哦，门锁已经烂起啊，我来踢了一开啊，我就入去啊。内底门窗已经坏了了，拢破了了，破起起啊，垃圾起起啊，安尼三下子啊了伫遐，无人管理啊。
这款的现象不是只有这高雄跟中通这样而已，全台湾都一样，起足济这款的物件，起足济温室馆啦，吼。啊，另外就讲税负支出，税事支出啦，这税事支出就讲对企业界补助的免税，吼，减税免税的支出啦，这就是支出之一啦。啊，但这部分较在咱预算内底又较无明白个，真明白个列出来啦，吼。这税事支出较少个。甲迄个甲提出，这是属于讲对工商界特别补助。咱过去中华民国政府、刘鹏政府，伊特别用钱去补助啥？用钱去补助因对中国搬来的企业，用现金哦，免税以外，佫用现金哦，甲补助讲，用钱请伊讲，你着即个工厂、公司、工厂甲设起安尼。啊，之后当然有人抗议的时。怎改啥？改免税、减税，啊个利息补助。伊借钱的时吼，假使讲本来爱借人10%的呢，佮讲借伊5%呢，啊只5%，另外只5%，银行就讲，安尼我袂使，我本来借伊10%，你讲爱5%就会使，啊我只5%免啦，政府补助的，啊政府补助的，安尼呢，吼、哦，这就是税务的支出呢，但这部分拢无明列啦，吼、哦。过来，咱来讲成本效益分析。成本的估计，每一个建设计划做一个桥，赶快咱用这桥来讲啦吼。伊成本的有两种，一种是直接发生的成本，马上你要做这个桥，马上发生的成本，就是啥？你要先做这个桥墩，做桥墩，做桥面吼，爱、哦、用偌济水泥，偌济钢铁。或者工人，吼、哦，即落评估，吼、哦，这是直接上直接真明显的，这个成本，吼、哦，间接性的，本来有一个叉桥伫遐，本来一个叉桥，也是讲简单的桥，吼、哦，古早，我伫阮兜要行去，我咧打这个咱的水肥要去压菜的时候，过一个桥。上古早迄个桥是用迄个竹杠，哈哈，竹杠足侪吼，咱较侪拢看足侪竹杠的桥。啊，竹杠桥嘛有做桥花，互咱花无你会翕电话啊，吼、哦、啊做看，换了像咱这里大只宽呢吼，两个人小像牛车会得过安尼哦。啊，竹杠大块哦，咱古早摸得足大块吼、哦，啊嘛做足好用哦，啊怎行竹杠桥过去呢吼，吼、哦。哦啊，即摆吼，你做桥的时阵啊，通常拢伫冬天无水的时阵，啊无水的时阵，啊所以伊就甲做迄个水泥的，吼、哦。啊，即拆掉嘛，你得讲桥拆掉呢，啊拆掉先哦，咱要出入就无方便啊，对不？啊，甚至爱撩水对不？时间的浪费，出入无方便，啊是斜路，然后即迄边斜较远去行，即、这个时间浪费，即、这个间接成本啊，啊即、这个、是。衍生性的对这附近的居民吼、哦，要进出不方便，衍生性的间接成本。那像讲咱台铁要电气化的时，应该来考虑讲，我电气化的直接成本来讲，这器材要偌济？无考虑讲，即摆咧做这个铁路电气化的时，这交通的不方便，和足济人损失时间呢，这个间接成本拢无算在内。哦，还唔在听我？就是讲你若讲另外都别，我迄阵顶一边我演讲，我讲说，咱若对西滨做一个快速道路、快速高铁，迄阵人估计，迄个快速高铁车100个都会当做啊。哦，30几年前，100个都会当做的先，因为哇，100个咱无钱，咱50亿，哦，这预算当编50亿尔。我迄个主管，因为我迄阵咧做思想建设的时候，我伫行政院。去上班啦，组织处咧做这个财务规划。啊，都，伊讲吼，铁路电气化50亿，吼、哦。啊，我讲，若对北里吼，台北对北里，斜对北里的时吼，斜对西滨安尼吼，做一条高铁到高雄吼，点半钟会到，吼、哦。啊，一摆，啊，我主管讲，你袂使伫将近5面前提这个案哦，因咱即摆肯无钱啊。
五十个都提不出来，过一百个哪有可能？吼、哦，啊，伊无估计，无想讲啥，伊这个评估的时，伊内底就无评估讲，哎、欸，我即摆干来开五十个来做硬体水泥，吼、哦，啊，钢铁这材料，加人工费开介五十个，还、哦、是成本，但无可能讲，哎、欸，即个做电气化中间，我现出是咧行的车速度会较慢，本来是快车，若讲伫台北甲高雄啊七点钟。即个台北过啊，十点钟，时间浪费，民间时间的浪费，这是成本，这是 social cost， 这社会成本啊，伊拢无估计在，这间接成本吼、哦。啊，咱来讲，这条路会当吼，这条旧的铁路代替吼、哦，你照目前安尼行，啊，你可能做一个快速铁路，快速铁路对西边的先一摆安尼运作，伊讲要甲旧线吼、哦，铁路电气化。结果最后编预算编偌济？编110亿。哎，我还有找人看迄文章，吼、哦，迄篇文章我也提出来。110亿，执行结果偌济？执行了250亿。干那只硬体直接成本就开250亿，安尼这个效益够显现。啊，我要做的是，佮干咱分家规。讲吼，台北甲高雄点半钟，有无？市场号台北高雄即个是几点钟？四点钟嘛，对不？啊，所以完全是失败计划啊！哦，啊，就钱都学袂开，哪大的建设，哪大的财政漏损，啊，迄漏损拢走去啥？走去因蒋家集团遐人的落地底，哦，我就讲吼。我也可以，因為台北很有名的一個鐵工廠，他就說他要去標這個工廠，那個什麼工廠，把那個，我們那個鐵路電氣化的電，那個條啊，那電氣化的電，你支撐那個電線的條啊，拆一支起來，喔，可以賺錢，發包出來的時候，第一包7500，發包的，層層轉包到最後一包的時候，500塊接的。咱本土台湾人去接的，诶，厂商去接是500块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即内底6000-7000块，吼、哦，6000-7000块，若7500变500的时，7000块相提，你层层转包提去啊，第一手提去啊，哦，我嘛使讲，哦，这生意足对我来讲足简单嘞，我吼机械啥、设备啥、人工拢无问题，我一定赢嘞。我开过20万去拍高头，去甲蒋孝武啊，也伫遐去拍高头。根本嘛无讲，你免想啦。第一包一定是吼因家己人啦，你啊，按怎讲拢有分啦。咱台湾王台湾人足单纯的啦，想咯来甲人投标一定对的，结果开20万去交际吼，嘛无半项。所以咱来看讲，这个成本的拢爱估计出来，吼、哦、啊！这方程式吼、哦，我应该写一个方程式给大家看。基本上，成本效益分析是一本比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咱看不先看效益啦，吼、哦！效益就讲有形的效益甲无形的效益啦，吼、哦！有形的效益，这个估算嘛足重要啊，拢用计划启动到终止的现值，吼、哦！50单。甲回算到现在的价值，吼、哦，一当甲计算回到现在的价值，这公式就明显的对公，这叫做现值公式了吼，好、哦、还原呐，啊，这个公式吼，他、哦、我再写出来吼，那、哦、看效益嘛是有形的甲无形的啦，有形的效益对公，哎、欸，这个高铁起好的时阵吼、哦，对台北甲高雄点半钟会到。啊，所以伊呢，一年了100万，吼、哦，100万的人次，安尼台北高雄安尼吼，比咱的自强号升偌济，升2.5点，啊，2.5点用伊咱的工资，吼、哦，看是要中山阶级的工资来算，佮中山阶级的工资是1.500块，吼、哦，1.500块，所以先伊一个人人次的先，伊就升偌济，2.5点乘500块，就1250块，吼、
啊，一个那一百万的薪，咱就1250块乘100万，啊，迄就是你直接的效益啊，吼、哦。时间的性，时间性安尼啦吼，啊是无形的，有迄是有形可以计算的，啊，过来无形的就讲，咱无得计算，吼、哦，无得很具体来评估的，就讲景观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啊，空气污染的减少啦，吼、哦，类似安尼啦。哦，这是无形的啊，所以这评估哦，足困难。啊，经济学家拢有评估的办法哈、哦。啊，有的是讲无形占有形偌济啦哈、哦。啊，我顶下甲曾言讲讲，往往吼、哦、为着政府为着要说服民众，拢讲哦，这效益足悬的咧。哦，那像这个台中港嘛，安尼讲讲讲咧吼，台中港迄段要做一些建设时吼，经建会评估讲，伊的一本比是2.54啦。我一开始我就怀疑啊，无可能啦、啊！吼、哦，啊，结果诶，伊讲啥？到1991年呐、啊，台中港人口会超过500,000。到1991年、啊，台中港的客货吞吐量啊，会跟基隆一样多。哦，啊，我吼、哦，带一个学生去台中港去考察访问，我写一个报告，完全无可能，完全无可能。因为飘沙，我走去到迄个伊个海黄沙体的上尖端，迄个所在上甚至要海中迄个所在去看，迄水安尼飘过来吼，拢沙啦，飘沙一直入来，两边的，这边是左右溪，这边是大肚溪，这边大肚溪，这边是啥？这边大安溪吼，这边大肚溪，哦，伊南边大肚溪，北边是大安溪，飘沙一直过来，啊，这个、情形吼，伊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漂沙一直去外身，当年都爱疏浚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根本不适合建港啦。但是讲真，我本来是讲要做大建设，各位人讲，哦，你个加一个新的十全十美啊啦。那好大时光就真正讲，台中港嘛，甲你入去安尼啦，吼、哦。日本人已经有规划，但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阵。做足详细的分析，讲不适合建港，啊，怎啊放弃？哎呀，捡起来做，吼、哦！所以以前吼，完全一个失败的计划啦，吼、哦！一本比吼，无加2.54，伊是讲有形的，吼、哦，甲无形合起来，一本比2.54是讲，甲无形的估计较足悬的。伊明明知影讲客户吞吐量袂遐济。但伊个高级讲，已经靠大概50万的时候，我家的外就方便，所以无形的迄个效益足大呢，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结果到今为止，人口不但无增加，而且人口还在减少，吼、哦，伊无去注意讲，台中港6个月的东北季风，风足大，无适合人伫迄个所在做足侪投资的，所以台中港工业区无人入去投资，无几间入投资，到今要足侪空地，吼、哦。我现在把这个公式下出来哈，一本比，接着一本比，这每几年每几年的效益哈。这而是利率，市场利率 ，T 是年度，零就是拄开始设计的时阵 ，T 就是到终止。啊，你讲这个高铁要用50吨，所以这 T 就是这个、所在变成50吨啊呢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个效益，你开始咧做的时候，就开始爱开钱哦。成本是安尼算的，成本就是安尼，开始咧做的时候就开始开钱。但是开始做的时候拢无，要不营运要他有收入。所以告诉讲，这个高铁咧做的时候爱做3吨。第一年、零年开始，零年、哦、一年、二年，这第三年啊，咱对零开始算起啊，你规划。规划费用就要开落哦，要不开始做就要规划费用啊、哦！你要高铁要做3吨的起来的时阵，你可能
第一年的开始进前迄年，你就要开始规划，就开始开一寡规划费用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唔再讲对零开始算起，唔是对一开始算起，零一二三四五这 T 吼、哦、，T 是零一二三四五，零一到五十，假设咱五十单来讲，吼、哦，因为啥？唔是讲起好咧，讲起个三单好啊，安尼四年完成。四年完成的心，不是讲加到免钱啊呢？不是讲甲 T 四等于四的心嘛是爱，甲五十嘛是爱爱啥？维护费用，你爱维护才有法度使用啊。维护 cost， 维护成本啊，安尼啊，当年当年拢爱有维护费用安尼啦，的意思。所以这 T 是不是讲，对个该还原，这是利率嘛哈，用迄、那个。还年华，甲我，假使讲 T 是五十单，大 T 的是五十单，迄当阵的维护费用爱偌济？假使估计讲，迄种维护一年爱五亿，啊，你再甲还年五十，即五十次方啊啦，甲加是五十次，五十次方，所以五亿五十次方，假使讲五亿，利率是5%。五十次方来计算，这看是偌济安尼。用现值来看，你看五十年后的五亿，即摆来看才偌济。五十年后的五亿，有可能即摆的500万尔呢。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利率就足重要，利率是要安那去算？当然，即摆都能用现在的利率。啊，就现在的利率，现在的利率，你若甲算较悬的，那是10%，那这就较细；那是5%，吼，10%这就较细 ，x 就较细。啊，那5%就较大，啊，那较大的先代表讲我这个会做你啊。所以是安怎，印度甲中国的经济发展伫早期失败。因利率足低嘛，共产主义的主张，共产主义的这个经济学，也是讲利率是资本家对民众的剥削，所以不能高嘛，未使管嘛。啊，未使管的时阵，变成讲你就去做大多数的钱，拢去做大建设。大炼钢厂啦，吼、哦，有诶无诶，吼、哦，大妖精迄个扛起啊，所以吼、哦、就变作讲，因为伊利率足低嘛，几乎等于零诶先。假使讲即若等于零先，五亿就是五亿，你看，即简单诶例子就讲，假使讲利率若等于零，真明显，五十年后诶五亿，即摆嘛是算五亿。对，是安尼嘛，就是你，这是五十个次方，一的五十次方还是一啊？哦，啊，你若是7%，那7%的0.07的心吼，每10年就增一倍，这里米高的一倍，每十年就增一倍，每十年就增一倍，所以这就变少去啊，五亿就变，这就变少去啊，这里那7%这就少啊，每十年增一倍多。1.07，吼、哦，每十年增一倍的钱吼、哦，来除多五年都五倍嘛，吼、哦。我是无用迄个计算机算，唔知啦，吼、哦。十年一倍，吼、哦，每都五次嘛，吼、哦。所以，假使讲1.07。1.07的10年是两倍，2.14啊嘛，吼、哦，2.14，佮另外第二十档就变4.28，吼、哦，这是二十档的，啊，这三十档，吼、哦，这十档的嘛，吼，啊，这二十档的嘛，啊，三十档是偌济？8.56，
四十当的时候是16.17.12，哦，我的当时34.24，啊，所以我一个心除以34.24，这就足细啊嘛，哦，一卦，哦，安尼意思嘛，啊，所以这个还原法，这现实计算法，吼、哦，咱就知啊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像这个情形，我头爱切掉。这大概这个公式看来足简单，啊，但是复杂的讲，利率怎么定？利率要怎么定？有两个因素要考虑，就是讲有没有风险，有没有失败的风险。然后失败风险的时候，你的利率要定较悬呢。那无失败风险的时候，你要按照你的资本的。就是说你的资本的边际效率，哇，而且讲起来够足长的啊！资本的边际效率是偌济？普通吼、哦，像先进国家，伊资本边际效率拢是3%，3%，迄是长期利率的概念。啊，什么叫资本边际效率？你的 GNP。等于 Y， 这劳动的资本，哦，然后你也当个设定一个，安尼物件，啊来改，安尼，啊然后脑数据就当计算这个 K， 这个。贝塔值，贝塔值，啊，就去推估伊资本的边际效率。台湾嘛，一段时间嘛，差不多到3%啦。就讲投资处理时，至少有3%的回收，长期，吼、哦，用这个评估，啊，这个足复杂的，所以写给恁看，我恁知影讲，这个经济学吼，诶，精致的所在吼，真有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对家开始去找 K 值啊，啊，加迄个产出的值，安尼，吼、哦，我有评估过台湾的资本边际效益，是嘛是啥，甲英国差不多，才3%，但是已经十几年前啊，吼、哦，已经十几年前。所以吼、哦，咱即摆重点就是啥咧？估计遮侪物件出来了，吼、哦，即做遮侪估计的物件出来了，要找就是讲，欸这个一本笔，这段我会当个展开，这等于啥呢？这个展开先足明显呢，这是 v0 一加二的零加上 v1 一加二的一次方，过来加上 v2 一加二的二次方，加个啥 v50 一加二的。50次方，啊，这边赶快，这 C0 一加二的零次方，一次方 C1， 啊，来给，啊，来一个加来，啊，来，而且呢，哎，啊，来算算出来了，一个算算出来了。啊，看讲大于等于小于一，安尼，大于一爱考虑，而且呢，咱只要有足济建设计划，或是讲这是 I 项，啊，咱来去排讲 I 就讲第一项、第二项、第三项、第四项，哦，可是第十项啊、五项。安尼来讲啦吼，咱的大资本建设来底，咱看第一项爱开，第一项也一本比偌济，一本比偌济，对管的排倒落来，哦，这3.05哦，就管的，哦，过来2.5哦，过来是1.5哦，过来1.8啦，慢查下济啦吼，啊1.8，过来1.5哦，过来1.0，过来就偌济啊，第六项是啥？0.9，这个卖呀、啊！
啊，这爱开偌济？加上咱再看讲，伊偌济爱开的支出，吼、哦，这爱100亿，这爱300亿，这爱200亿，安尼600亿个呢吼，啊，这爱300亿，这爱700亿，类似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安尼话者1600亿，吼、哦，甲一个台北市政府，而且拢爱开安尼，甚至甲2000亿去啊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即款个税收，吼、哦，有诶无我甲列出来对无吼，总税收即爱1600亿个，即个税收，也是讲你诶税入，卖讲税入，一税两税税。吼、哦，也是讲要做迄个资本注入的部分啦，吼，也是讲资本支出的迄个资本支出预算啦，才会当变偌济，因为总预算甲讲总预算来讲，总预算减掉迄个经常支出部分。剩这个而已嘛，刚剩下来才剩多少，剩都1500亿，这样的时候那就不够了，不够要考虑、哦、考虑说这个是不是不要做，还是说这个做比较少，因为这个是 1.0 而已，但是说相反的，说这个是800亿，这是100亿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很简单，这行就无法多做啊。你干做家就好啊，啊，都1500亿。预算编审本来就是这个原则啦。咱即摆无这无安做法，咱就吼7.5，嘛照做，反正。政府的首长啦，吼，县长啦，市长啦，还是讲议长啦，有得要挑一块咧，啊，就做较济咧，逐项代志拢要做，所以吼，咱举例是讲举个例子啊，但我是几百项啊，一年多内底几百项的工作咧做啊，逐项都要做，啊，钱无够，才来想办法，哦，甲中央。台北扣无讲无钱啦，吼、哦，啊无就去，哦像即摆即个咱的迄个直辖市拢会当发行公债啦，吼、哦，啊无就甲银行借钱啦，安尼一直甲开出，一直甲开出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即个个别计划取舍，吼、哦，咱的成本效用是来第四种来讲，个别计划取舍就是安尼，吼、哦，对即个成本效益分析来底一本比这一本比。吼、哦，甲排列它的一本比的比例出来了，以上咱才该适用。啊，那钱无够，照常上加都爱取，把它去掉，不做。啊，那你这个政府的效率都会关起来，因为你集中力量伫这个所在。但咱为啥咱这公务员拢伫中华民国体制内，公务员拢未使无工课通做啊？所以就是这款人嘛该做，啊，这款人嘛该做，啊，所以大家拢有工课来做，啊，大家。工作你做出来效率、效能、效益都不显著，拢无真显著，因为你袂使甲撕掉。像我伫管政府，有一个约课13个人，啊，管几个议会啊，管两个议会，对啊，甲永安议会跟主委议会。啊，科长，我个人中华人，啊，我若对伊个办法是过，啊，局长来坐一下泡茶，8点半对遐过来泡茶，哎，我没时间呢，没时间呢，我伫管务会来，你讲，咱两个单位吼，全年拢无业务通做，公共造产，公共造产可有11个人，无一件公共造产啦。
啊，一年公文啊，签无十件啦。啊，讲这代嘛老了呀，老了看，老了领薪水啊，你袂使甲撕掉啊。啊，要派伊摆咧当摆啊。啊，这虚伪讲，咱来甲减人，吼、哦，讲虚伪要两个虚伪，所以咱减人，吼、哦，十三个来甲减做啥？减做只剩四个啊，五个，还是六个？唔就是唔啊，起来抗争啊！我足无用的呢，无用啥？泡茶。啊，然后因为我那个顺虚伪啊，啊两个虚伪尔，对不？啊六个人咧轮流服顺啊，啊起来虚伪创啥？饮酒啊，食饭饮酒泡茶，安尼尔，啊拢面红光光的，啊，我做歹笑的，啊我吼，我做局长呢，我都想起这到底虚伪是咧变啥物呢？啊，无人嘛，我当阿傻入去，我就甲虚伪，对个虚伪我来入去，就讲说来说去，讲啊，恁的营业经营安怎呢？绩效呢？就讲一年赚偌济？用阿都吼，即个渔民较少啊，无啥收入啦。吼、哦，阿管户都互阮一个停车场，阿阮咧开停车场咧收入安尼啦。讲诶，阿恁着爱立租金无？哎呀，那面有足大片的呢，足大片。伫位啊，迄个鱼市场的边啊，有一个停车场足阔的。阿讲，讲阿一年租金偌济？伊讲一万啦，一万啊是两万，我袂记啊。我哪会俗？哎、啊，那袂赚钱，吼、哦！啊，不，我开销嘛是当啊，吼、哦！我开销啥？人事啊，人事费用足伤个呀，吼、哦！伊拢讲人事拢开开去，吼、哦！啊，万无人八卦啦。到尾吼、哦，迄个虚伪迄个理事长啊是啥？总干事哦，来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你是哪一个单位的？你是哪里的？我拍戏讲撒谎嘛，我拍戏。公北站，我、嗯、啊，我是财政局长啊，局长你怎么都不知道？我们都不知道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、中午在一起吃饭，公北站，北站，公哦，我都是去顺，我都对家贵，来跟恁关心是安尼念念。我等于就讲哇，这大片的土地，一个月才收一万的、两万的租金，还是一年啊，收一万、两万的租金，这要哪会使？要哪赚钱的？无该逼去赚钱，要哪会使？爱提高绩效，我就开我。下一年都变你预算，我讲要提价个五万，讲未使啦，五万讲未使，五万讲安尼害死迄机会啦。类似安尼啦，我迄扩张的据理力争啦，类似安尼，才几万你嘛不爱啦，因为我迄机会拢无趁钱啦，所以未使甲升啦，未使甲迄个租金未使甲起安尼啦，所以哦，各单位哦绩效拢足歹啦，但有一个单位绩效足好。所以，执行的人足重要。有一个叫风景区管理所啦，那个主任哦，号称县政府硬汉第一硬汉哦，有够顶的啦。伊要建设这个国营老桥，去看下小乌来，小乌来那个铁桥啊，做个足好个啦。嘿，那真正好，管政府的人去发包，农业局去发包的时候，伊拢会去。去发包的时起码要五百万。他说、哦、我自己买材料一次请工来做百万班就做起来，百万班就做起来、啊、这款公务员、哦、少之又少，所以第一硬汉、啊啊、他在他的手里的时候桃园才有三位的那个、县政府的那个总苗员、啊伊拄着管务服务司长，伊讲，伊迄阵农校毕业，就入去管务农业局啊吼，做片头就起来先。伊讲种苗园哦，咱家己本身免去共买种苗，咱就省足侪钱啊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伊有三个种苗园能做啊足成功诶。即款的公务员少见，足少见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这个执行上吼、哦，就看人诶。啊，伊都爱真硬，啊，都爱唔惊得罪人。啊，伊伫办议会吼，甲议员，甲议员吼无客气，交着甲交着对啦。迄李正南敢无安尼拍拍球安尼？李正南当场去，伊虽然防急顺，伫面顶甲交啦。
我唔敢，因为我唔是台湾人啊。吼、哦，啊，李尚算个晚辈，你知道？甲这份买好康诶，迄李尚南唔是好面咧，卖民进党诶咧。吼、哦，啊买特权啊，伊唔会哦。啊，李尚南底下交，甲交伊甲交倒转来。啊，我唔敢，我都要去华宏华家。所以吼，就是讲。所以讲，这个官僚吼，伫中华民国这体制底下，官僚是光怪陆离啦，光怪陆离。啊，计划取舍后替代方案的分析吼，最较简单就是讲，那是讲咱这个所在，一个都市要创桥啊，唔创桥吼，要起一个桥，唔起一个，要建设一个桥啊，唔建设一个桥，这足重要，吼，这咱个切掉。这是一个都市的范围啦，哈、哦。啊，这一条，这个河川对才过。哎、啊，古早先这个旧的这个老一个所在伫遮，所以才有做桥啊。啊，那都市一直发展，一直发展，假使讲这是海，还是讲这是山，一直发展，一直发展，说发展对才来呢，一直对才来。结果，这人啊，那边来遮的时，都要是安尼过来啦。啊，这人没过来这边，都要。是安尼过来啦，太不方便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无就爱撩水过啦，危险啦，去有水流的嘛有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要做这个桥，唔做这个桥，啊，要做到对，假设做到家是一个方案，啊，做到家嘛一个方案，因这边较济人啊，变安尼啊，啊，那做到家意思讲，诶，将来这边嘛足济人哦，啊，这个要取舍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来讲这种人做到家要外跨，啊，做到家要外跨。啊，即嘛一个一个取舍，吼、哦，即、就是讲一个计划出来了，啊去想有其他的可能性，对未来的发展，吼、哦，你讲哎，假使讲算讲将来，若讲不过三十年后、五十年后，这个所在会变足济人诶，啊，所以咱当然做伫遮，啊，若讲三十年后、五十年后，遮嘛是无偌济人，遮较济，啊，就做伫遮就对啊。好，这就是讲一方面地点的选择，另一方面的宽度的选择。好，那个做个那个规划，个画个这边块较清楚，就区别足明显的嘛。哦，安尼啊，所以这拢是替代方案来去想，唔是讲哦，我单纯讲哦，这边家已经有人啊，所以我就从啊做遮啊，这边家当然你就要写对遮过来，又过了时间，你可以讲什么情况之下最大的效益，就讲省时间哦，直接效益以外，要一挂景观的问题的效益。做这景观较好，哎，做这景观效益较好，这有区别。啊，这种一定要相当的环境影响评估来介入。所以编预算是综合性的，不是像咱想足简单讲哦，政府编出来，啊，然后议会通过都过呀，都做安尼。那事先的准备工作足济足济，你像税收的估计，哦。税收估计都要透过计量经济学来估计，啊，税收估计要根据什么？根据咱头先讲的 GNP 产业发展跟 GNP 的状况。咱普通用 Y 来代替，哦，这个 GNP 诶，这时间的经过，一年一年安尼经过，长期趋势是安尼比起无唔对。但是它是波动的，波动的。哦，景气好，景气不好，无敌，景气高峰，你都要去做预测，这些预测，预测就要计量经济，而且不是简单的方程式。我下次带一本那个总体经济学的那个总体模型，可能教大家很，方程式足复杂的，啊、哦，这块总技术吼，你做估计。是上详细，因为有200外个方程式，叫联立方程式 ，simultaneous equations， 吼、哦，啊，放入去电脑，资料拢放入去当计算，推估未来的现象。啊，我做过迄个总体模型，我上济是88个方程式。中央银行他不希望有很复杂的，伊要做简单呢，差不多20个方程式到40个方程式。
我做一个21个方程式的模型，你做成长率的推估非常准确，哦，所以我伫1990加1989等于1990到2002年了，2000年中间，我1999去做官嘛，啊，一加1999年之间哦，几乎足济国外学者、国外迄个投资专家、投资策略专家来个台湾讲，要不要在台湾做投资，就股票投资的先，拢会来问我，呵呵，会来问我讲吼，问我讲，蔡教授，你看明年的我们的投资策略应该怎么样？哦，啊，我了，甲讲我的研究，我预测明年的那个经济成长率，哦 ，GDP、GNP 的成长率大雄贵趴先，啊，财政部会采取什么样的有关的措施？因为整财政部的关金融师，哦，啊，然后引头人去做因的拟定一个方案。譬如说啦，1998大家都知道这里有一个黑马基金会，来做股票都知道黑马基金会，结果昨天那个公司用要倒起来，黑马基金会在几年前介入，所以他的股票一起，但他介入了经营不善，所以怎么再落下来，啊，结果黑马的董事长已经是 Jordan Ross 来接手，那时黑马基金会伊伫新加坡成立，足早期以前，1998年，迄个新加坡要派一个 Jonathan Ross 来台湾，开这个叫做合盈证券。啊，开合盈证券的时候，伊摕1亿5000万的资金进来，伊甲讲，伊讲我即摆，那提前即摆投资好无安尼？吼，伊毋是1998，一九。安尼较早哦，1988几啊？哟，1988几哦？1992哦？1992的款哦？伊咧甲问，啊，我都有迄个总理模型咧推估，安心，我讲你肯搬钱入来，哦，因为我看哦，明年股票大起，因为哦。好不准啊！下台的时候，股票大起，哎，怎啊真正搬一日五番是吧？连续10几档哦，合盈证券是所有国内外证券公司绩效最好的，一年就赚1亿8000万了。我一操盘就厉害，哦，哎，当年哦，拢会来问我，讲下个年度应该有什么样的投资计划，啊，我就。甲我的推估看，啊，所以介绍足济国外的迄个投资策略专家来甲我意见，所以这就是讲对未来要创啥要创啥，唔是讲啊，人不做官啦，咱就安怎啦？要研究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里你看讲伊即摆经济吼，伊应该告诉讲伫这个所在发生。金融风暴的时候一直落到这当中哦，几乎得要到谷底啊！但要到谷底，真正要爬起来的时候哦，一定有一段。伊要爬起来，不是讲像我画这顺的啦，吼、哦，我画了伤过顺啦。应该要爬起来的时候哦，是安尼真慢啦、啊。而且这段要爬起来足慢的，这丢丢足慢的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这种爱有远见呐、啊，爱有远见。哦，这是讲除了咱的讲预算编制跟执行以外，吼、哦，这个题外话，对先推估下个年度 GNP， 然后你再发到推估各种税的税收，根据这个 GNP， 哈、哦，成长率以迄个总数额来推估各种税收跟 GNP 的关系，营业税收会增加无，所得税收会增加无，哦。啊，你爱税收也增加无？你是安尼一直推估，啊，推估了再甲加总，就是讲咱总税收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然后非税收入就是讲罚款收入，迄、那个看你有很迄个真勤快、真认真去追究这罚款无？有些官员根本都因为拢有亲戚关系嘛，都无咧追究，
我举一个，我做局长，财政局长，啊，工务局吼，有可能违规工厂啦，开罚单300万开出去，哎、啊，当然会找工务局人嘛，啊，干嘛拄好家己亲戚咧？你看早在当兵啊，你早在华人台东去避起吼，啊，阮同地行去，一直行，拢无收着嘛。啊！这三年后吼，还是两年后，我倒转来吼，啊，失去时效啊，已经过了冬啊，过去啊，啊，就变叫啊。公务员教民众讲，你都要逃税啦，哦，逃避处罚啦。啊，你工厂啊关起来，你拢无人啊，大家搬走啊，哦，暗时啊搬咧走，无人知，啊，叫大家出面咯，唔知去倒位啊咧。啊，怎通知单拢无搞，啊，你我倒转来就已经是免收啊，就对啦。啊，所以拢收不税。我起来了，不是，我怎个创一个啥？租税罚款的迄个委员会，每一个月开一届会。你即顶个月检讨你顶个月吼，迄、哦那个罚款吼，罚款增加5%，爱报告是安增加5%。啊，若减少5%，爱报告是安减少5%。逐个月安尼堆，逐个月安尼堆，干那堆这個，我增加几若亿啊！增加过来也是预算外的收入呢，预算无遐济呢，我来甲增加5-6亿，啊，你5-6亿就会当去应付者，吼、哦，伫预算外我来去应付者，所以吼、哦，这个物件就是讲真害啦，一般公务员拢足怠惰，台湾有450,000台的机车，差不多40%接受检验，每一年都拢写40%，60%都偌济万台啊。670,000台拢伫路咧走，无人知啦，拢排污染的废气吼，啊，拢无咧管啦。啊，我警察局讲，咱来设检测站，吼、哦，若无去检的吼，先罚3000，啊，过来吼，伊去检测了，罚3000了，你才过去这啥，过去按检测，无通过爱改进，啊，无抓到，搁再罚安尼啦吼。警察局拒绝啦，因为阮本来设备就足优化呢，啊，所以吼、哦。那40%就好啊！哦，我讲，那个增加20%的话，这啊，都90,000台呢，90,000台，哦，90,000台罚0.37的，哦，讲90,000台罚0.3万的时候，都话这啊，都2亿外呢，2亿外呢，啊，那40%呢，哦，2000嘛，哦，啊，那40%呢，那40%抓到嘞，哦，45万台，40%抓到就18万了呢，都5亿外呢。警察局是生财的金鸡母呢，伊拢拒绝。哦，我做的话吼，议会假议啊呢，议员的假议啊呢，不拒绝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财政局就足艰苦的。因为啊，你都去中央讨补助，要哪有补助？中央是国民党诶，地方是。民进党伊哪有可能互你补助，对吧？所以吼、哦，这就是咱讲财政的困难伫遮啦。好、哦，咱就差不多讲到遮，爱心吼、哦，要宣布讲啥？有要做西装的人，咱这套西装吼、哦，有要做西装，这一套5000块，一领衫2领裤。啊那，咱的迄个女生吼、哦。啊，一领衫，啊，一领裙，甲一领长裤，安尼5000块是足俗的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若要做西装吼，伫总理办公室后边遐吼，伫遐迄个师傅师傅伫遐咧，甲咱量量咱的身躯，量身材啦吼、哦。啊，尽量大家吼，若有方便尽量甲做。我讲我一梳无够，你知？因为我较常穿这梳，尽量吼穿高啊位啊，不止哦，对吼、哦。对迄、那个去日本甲单吼，几个月啊？啊，2-3个月，拢唔敢提洗啊！伊啥都干今年尔出去来，逐礼拜爱来，逐礼拜爱来，这要洗吼，伊袂赴去提呢吼，啊都无提洗，甲今年咧穿，我讲哎、欸，我爱过来做一梳，吼、哦，啊伫外口做吼，做一梳都要1万外以上啊，啊即摆做2梳要1万，我讲过一梳，所以吼、哦，各位拿。方便拢去留一个身躯吼，爱先去做一次西装。咱若后摆活动，像咱4月2日买 AIT 买日本教的协会先吼，咱就大家拢爱穿西装才会当来，要一致性
吼，把咱的精神提出来，吼，我讲一下，谢谢。起立，来。